那可以踩，可以踩。可是他移动很霸气。欸，我可以把他我的塔盖盖在他背上吗？哦欸，你可以试试看啊，这样子感觉就很强了。移动扫界塔。老敌蜘蛛好烦哦。有，他死。跳不到他身上。我要让路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该，哎，不行，会掉下去。其实我们就差一点点了，这里有点高啊。 挖完就可以走人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啊，这里。喂。要的够不够？放进去看看。好，大家都可以放放看。应该够吧。存。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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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这是个问题啊！五角，那还不行。有毒哦。其实可以晚一点再按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晚一点再按，应该是可以。那我们就先往那个空降舱那里走啊，走到快到我们再按。他已经到了哎。 嗯，自己会。你刚没按吗？没按，我刚没按。哇，那我刚叫茉莉移动。哎，我被卡住，我被卡住。我在烧，我在烧，我在烧，是你吗？我不知道。是那个。刚刚那位坐骑把我卡住。哎呦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痛痛痛痛。拔着拔着拔。OK 吗？OK 吗？挖个吃的，补个血。不是，我微补。这里好那个。 走最右边，走最右边。茉莉的，茉莉茉莉在前面。不理他，他已经不理我们了。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对对对。我跟橘走在最前面。沿路有亮亮。跟好，跟好。有跟好吗？有。 有都跟好，都跟好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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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哎，他其实会帮你放那个指挥路标哎。哦，难怪我想说走那么多。哎，又大只的大只的哦。好好好，小心小心，我走到最前面了。走走走。反星走，反星走。 走走走，把后面炸了。哎，那还好，刚好把这条路挖干。哎，不是哦，它可以往上爬，我们不行。我这里正要瞧一下，这里要瞧一下。可能九一九要绳子吧。我打怪，你们加油。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换你换你换你。 烧烧烧！又上来上来上来，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。他又往上挖，往上了。后面有跟上吗？一堆小虫子。在哪里？要怎么上？要往上要往上要往上。阿彩在盖。没得盖了。真的吗？那挖的那个这边是土。挖一下。对对对。喂。 哎，你们怎么跳的？是不是可以吗？挖一下旁边，挖旁边，挖旁边。等下我打大蜘蛛。你把我的平台挖掉了。真的吗？跳不上去。可以吗？啊，把头顶的土挖掉。对对对。我这边有毒，我也过不去人了。现在我们上去会毒到啊。有毒毒毒没了毒没了。你们过得来吗？要走。剩彩。
没有，我也在。啊，我也掉下来，我也掉下来，我也掉下来。好好好。我要死哦！我救你，我救你，赶紧先跳，先跳，追跳走。有点卡住，有吗？可以吧，可以吧。巧克力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都上来吗？人呢？往哪里走啊？啊，他们在上面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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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橘怪。走哪？我不太确定，看一下哦。往回往回往回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我看到了，我 tab 看到了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跟我走跟我走，小心不要掉下去哦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哪里，啊，算了，我去死好了。别别别别别，冷静冷静，别，上面上面，我们在上面。好，没没办法，先走先走先走，这里太坑了，怪太多了，我们现在先走。这里沿路有，刚刚主要是那个啦，对，那局那边卡住，因为怪太多了，但是。沿路有那个，哦，跟着灯。G Q Q， 干嘛，啊？你看，鱼在这里啦！嗯，还活着是不是？还活着，啊，还活着。爸，你已经想不开了。来，你先走。没有，不是啊，很多怪。OK OK OK OK， 快点上船就好了。走。我的血刚刚是垫底的。对。倒数十秒，是刚刚好吗？我刚还以为你还卡在下面跳不上来。不是，我是被怪卡住。有我有中途有下去再帮你们清一波。那边这一只的攻击有点低哎，欸。你那只是挖东西的不是吗？你没有没有，我这只是侦查的。侦查是吧？你的有什么？等一下看一下你的有什么特殊攻击。我的没有特殊攻击啊，我的就是丢照明弹而已啊。哦，帮忙大家。就丢了一个棉弹在头上。可是你那照明真的超好用。就很大啊，亮亮的。直接点亮世界。哟。哎，为什么有那个绿色的了？我们刚刚有挖，啊。我们就是要那个啊，解这个任务啊。对。我以为我们是要挖紫色的，欸。那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矿，就可以挖挖看。局势侦察兵，我要带什么？带西带弹药？不够。突击跟散弹。局，你有那个勾神枪，还是那只有你自己可以用？勾神枪。哦，那好像只有你自己，就是你勾了，然后就自己可以吧？看到每一个人的平台枪，可是他的意外死亡风险是高哎，欸，我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？意外死亡风险？你说勾神枪吗？对啊。起来，升级升级，伤害提升，燃烧，伤害提升。人的狂怒融入十字镐中。我，哦，还有新的 skin 呢，欸，新带量上升，支持者。欸，最大生命护盾护水，照明弹可以照更久。好，买了。我刚也是买那个，欸，感觉这护盾不错。我全身都是在照明的。对，你把这个踢下去，他会生气哦。他钱基本上好像就是钱很 OK， 蛮多的，所以只花钱的话都可以尽量花。对啊，彩彩就是。那，啊，你怎么换职业的，啊？还是你可以看别人职业？左右左右看啊，对啊。哦，啊，绝对。你们还偷看我的职业吗？没话啊。就只是那个啊。敌方绝对者。更大范围，更多伤害。那我的炸药还可以更大范围，我就觉得它的范围很大了。欸，你的炸药是其实是要炸那个土，
结果你都拿来炸怪了。土，因为土用那个挖很好挖，我可以挖出那个平的路出去，有没有？电钻，那电钻还不错用。嗯，有，我们就是。我觉得你们的技能都好强哦。持续的劫，准备休息啊！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努力。不是要去死吗？去死！为什么要去死？活着，活着。而且我们这样，他其实感觉可以玩的很多呢。他好像还有持续在出那种每周任务啊相关的。听到圣诞节的。对，只是我们必须要先把基础的解完才有办法。我们现在解基础的吗？还在基础。对，我们已经过了三关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今天有玩一关，好像不是主线的。那时候蘑菇那个好像不是主线。毒的吗？毒的是，毒的是。所以主线只算我们三次，一个关卡也差不多半小时。慢慢来努力。好的，那就准备关台啦。欸，你这倒数是什么？为什么前面在倒数？倒数什么？哦，你是什么？就投篮机啊！哦，投哦，这里投篮机也太酷了吧！你来玩！我刚有玩的啊，按 T 是不是啊？踹，好难哦！我会啊！嘿，有嘿，嘿啊，太早了！哎呦呦，插板路！哇，哎，他有时候对啊，哎，变快了，速度会不同哦。哎，欸，下一个，踢完了，下一个。不要玩，我要看你们玩。快去！一个漂亮踢，一五。哎，为什么？有时候他那个箱子直接坏了。哎，欸，我跳进去有吗？你跳看啊。哎，不够哎，没有，不够远。他连这个小屋都有一些各式玩味，好笑，喔。哎，欸，谁跳？我可以，我死掉了。你成功了，繁星。我在医护室里。喂！哎，我卡在上面。大家再会了。哇哇！嗨！直接爆炸，直接在这里。我笑死。医护室这里。我可以。我复活了。你们跳出去了，可以按那个跑步跳就可以跳比较远。彩彩要来吗？你有什么毛病？教你如何入火坑。哎呀！橘子进来了。哎，我要笑死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是玩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留言并且订阅我们，那我们下回再会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，再见，不不不不，哎，919人物真的是看起来我也不想哦。好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那就先关台咯，拜拜啊，按到啊，欸，不能推人，欸，他装饰那里有那个胡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知道啊。DLC 你有什么，啊，像我这个骷髅头好像就是 DLC。 嗯，我有看到，然后武器的一些 skin 其实就是一些 skin 而已啊。哦，反正是进来游戏，它不是有那个登录就会送5000块，那个可以去用哦。哎，欸，我解锁了，欸，解锁什么？头发颜色，胡子的颜色。哦，对，它是等级到就会送，不是吗？没有送，你要买。哦，送你让你买。鸭舌帽，鲜红，真的。好啦，买这个啦。买这个圣诞帽，对啊，哇，胡子还要买的哦。
哇，我想要买。我买了那个头饰，就会变成原本的人，不是骷髅头了。所以我不要买。欢迎私下不可以偷玩啊！我不会玩啊！干嘛？你怀疑我会玩吗？到时候一等怎么？就你87等。白痴哦！怎么可能才87嘞？不会呢，不会呢。不会啦，说好一起玩的、啊。恶意破坏被罚的。每个礼拜日啊，可以来玩。啊、有状况或怎样再讲一下，我们就休息。嗯，好哦。耶。菊什么时候来台中玩啊？然后才刚去。来都不。我没有去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去台北。台中啊。去会跟你说。耶！弹镭射探测，也可以加入工会，还可以创工会啊。我们超没有啦，是Discord群啦。啊，工会是Discord群？对。怎么那么 low？ 真的，我还以为可以创工会。喂、欸，他不是说可以开麦吗？什么？好像有内建的语音吧？对啊，按例可是没有效果。哇，哎、欸，他有专长哎、欸，我忽然发现。有啊，可是我没有发现我可以用哎、欸。回自己的那个房间啊？是哦，然后在电脑里面。对对对，他有那个里程碑，我们很多都可以。可以点，然后我现在专场有六点，很放老手，哇，那个专场要耗费超多的，对电脑吗？统计重要统计终端，有可能。对，哎、欸，还有哦，它是由左至右点，然后可能一排你就只能点一个，看起来应该是这样。哦，跟那个什么装备一样，对。由左至右，哇，快，越吃越顺口，好贵哦。你对你的友军造成伤害减少50%，你是不该点这个啊？没有，它是友军对你造成的伤害。那我该点这个，感觉都可以点那个、啊、加速，这样我们大家都跑得比较快。嗯。现在想再来就不行。对啊，感觉就好速的比较好。哎，他是不是还有前置任务的要解啊？要点。像你看那个第一个存矿老手，你点下去一些存矿老手的那些框框都在亮。对，你要点前置，然后从一等开始点，
专门挖矿的、欸。是不是有一整个星球可以玩？你们怎么都消失了？喂，在啊。我们在研究专长，我们在看技能。嗯。啊，天赋点数可以点。他那么专长，第二排的最下面还有什么新专长专栏？哦，就是这个，一次可以装备两个专长。这个就是你去刚刚我们那个升级武器那边，最左上有一个那个你的专长，可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打开。那个我已经打开了，可是我们没有专长。哦，专长哦，在想是不是放上去？哦、嘿，对对，就是这里放上去。哇，那第二个一定是点那个啊，多一个专长啊。要十点哎、欸。嗯。业余跑者。那我现在先点跑。是不是该点一下那个同袍轻盈？你说救人更快吗？没不是，有被打减少，减少。你有那么被我们打到吗？没有，都被你们打呢。你有很常被我烧到吗？因为我烧就是、所以我说我们都应该点啊。我要跑快一点。都聚在那边了、哦。那你有常常被我烧到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怪咬我还是你烧我。因为烧的话会那个火，应该会有跳那个火的。可是我有个榴弹会有扩散伤害，它是范围伤害，没办法避开你们。因为像我这样那个太多怪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往你们身上烧一下。你感觉好像也没有很痛。谁在打东西，让他这么生气？地上很多可以踢的、啊，一踢就破了。他很气耶。这个啊，一踢。这个没破，哎，破了。这个踢得破吗？要多踢几下就破了。不会破。那他从那个高的地方掉下来。他粘到后面去了。你看后面漂浮着一个礼物盒。有看到吗？哎呀，外面。哎呦，还可以踢，踢到世界外了。是我们不能过去吗？还是我可以踢你，把你踢进去？不行的。圣诞装饰装，在家好像圣诞老公公，可爱吧？眼前又红的。我刚刚想要找白色的胡子就不行，没有白色，好失望。黑色跟棕色。君，看可以这样一直踩人。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哇！巧克力的一个屁股顶，然后他就进去了。哪有？那是巧。可以再往上叠吗？我只能录这么多，我东东不知道，我随意讲话。你没办法再往上叠，不行。因为他其实踩上去，他没办法停，他就会一直短摇短摇。对，就会被弹。可是这样就可以跳到很高的地方，你就是个垫脚石。好了，休息了。好、哦，再问。OK。辛苦啦。蛮好笑的。对、啊。蛮白痴的。好神。